咁星期四嗰晚咧，喺未去之前啦，我已經係帶住一個好渴望嘅心，因為牧師話俾我知，因為佢第一次係喺安卡羅幫我祈禱嘅時候咧，然之後聖靈好充滿佢啊嘛。咁然之後，當牧師話俾我知安卡羅要嚟嘅時候，我都帶住同一個心，會唔會經歷到好似牧師咁所講嘅咧？咁所以嗰次好渴望嘅心都亦得，即係未去之前咧已經多有啲開放啦。咁去到嗰時候咧，當他們唱歌在敬拜的時候，我已經感覺到全身很熱了，全身好像發熱一樣，我其實他們開著空調，但我仍然覺得真的很熱。然後安卡羅當他真的幫我們祈禱的時候，上去上面的時候，我真的很想湧上去前面，我的心裡想很難得好像百年才有這樣的機會，因為之前我們去Benny Hinn的聚會的時候都沒有這樣的機會上面，即是他幫我祈禱嘛，所以我覺得很難得。但我看到都沒有人行上去，因為我很專注地我在自己祈禱先，然後牧師後來他叫我們上去，那次上去的時候未輪到我們前面的人先嘛，他幫我祈禱的時候，我經歷到那種真的好像有拱的力量嘛，看到那些人很開心地祈禱，有些人他們真的完全蒙曬眼，蒙曬自我，然後在一味唱詩歌啊、讚美神，有些跌倒啊，然後有些在大喊大笑，因為那個氣氛同埋很多人很專注啊，咁令到我自己的心裡很火熱。尤其是他幫我祈禱的時候，我已經很大喊咁喺度喊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即係右腳咧一味開始震啊，我覺得從來之前都有過咁嘅感覺嘅，不過好耐都冇啦。所以他的祈禱給了我很大的聖靈，即是靈靈增長了很多，他令我覺得是只有投入的話，我們是可以經歷到好像他的那樣的能力。